好，亦都冇问题，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教练，锦子藤云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谷草杀科战嘅尾场赛事准备，随时起步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咧，一抱中环慢闸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中间黄衫咧就极速进马，咁啊再喺外边位置咧，仲有近智腾云第三位蓝衫咧就新力宝啊，响出边第四位腾龙区第五位中档年年王啊，咁啊内栏第六啊转得劲啦，再后啲嘅马啦，有呢只红衫咧，咁啊大约尾六位置啊百胜龙啊，尾五黄衫咧就系和道区啦，尾四橙衫咧精彩辉煌，尾三内栏咧仲有蓝衫嗰只慈耀峰，出边顺势宝响尾二，咁啊出闸慢咗一只一抱。中環咧就爆尾噶，好啦，咁啊跑到對面直路尾過六百啦，前面就近智騰雲佔先嘅，新力寶快咗之後咧，內欄咧就拖翻住第二位、第三位嘅馬，外邊位置咧就騰龍區啦，進佔第四就連連王啊，極速進馬咧有啲問題褪落去，內欄仲啊轉得勁啊，出邊走啦，有呢只慈耀峰，馬林中間穩位又和道區啦，同埋精彩輝煌嗰啲馬鬥到嚟最後三百啦，透出嘅馬係中檔位置連連王、內欄新力寶啊，再見到大外檔有呢只慈耀峰同埋百胜龙中间咧和道区一齐上紧嚟，最后一百米连连王透出，外边追上嚟啊慈耀峰，中间系和道区过终点第一名慈耀峰，蔡若涵应该好有机会76场抛离大魔，74场有两场头马咁多啊，五号马慈耀峰外边冚上嚟，埋边十号连连王，中间和道区。四號呢只百勝龍咧就跑第四啊！五號馬慈耀峰啊，咁啊莫雷拉蔡若翰食個尾碗啊，9.3倍回飛勝出啦！跑第二名十號嘅連連王啊，咁啊蔡明少第三名咧就係和道區啊，六號馬田泰安第四名，咁啊四號嘅百勝龍啊何澤耀啊！咁啊，家人觀眾留意翻，想睇翻尾場正式賽果同埋其他大賽持牌賽，可以上翻熒光網上馬會網頁啊 ，www.hkjc.com 啊！都包括殺科賽事嘅資料啊，係好快嘅馬嚟嘅，咁啊有幾隻咁啊好快嘅馬喺度，佢自己咁嘅性能，佢一定係要擺前嘅啦。跟住你又多埋有，即係你實係有啲近智騰雲啊、極速進馬啲，全部都係走速度。因為慈耀峰係好壯大，抽個11檔一定要有快步速先得追嘅，啊就俾佢有個快步速。但係佢之前有試過有啲快步速，佢都追唔到噶嘛。佢今次狀態好嗰只馬，同埋呢場嘅步速真係都幾，所以就得驚添啦，45.56。如果步速慢嘅追唔到嘅，呢十一檔佢亦都唔會攝得咁好。新力寶最即係今次最唔好彩嘅地方就近智騰雲出到閘，出唔到佢二百好多啊！即係速進馬唔夠佢快嘅睇嚟。如果唔係大摩有隻新力寶咁快嘅咁。一慢咗披醒，慈耀峰贏未必贏得到。過往跑呢個路程咧，3344嘅快步速啱曬啦，一條直路去追你。啊！呢場和道區田泰安都好落力㗎，即係10成功力啊！呢場馬拍住咁鬥啊！得個第三，佢都但係佢都有威脅㗎，好忠心嘅一馬，好忠心。你講開咁和道區，其實今季亦都用好多。我贏四邊，上一次莫阿莫雷拉上一場嗰啲步，即係早段都。嚟尾二嘅三個馬位都贏嗰場，係甩即係早段係甩開咗馬群噶嘛。千二喎跑，上次喺內欄上嘅，睇咧場馬都精彩啊！呢個跑馬地殺科呢一場，我睇第二名張相連連望啊！分段時間頭段23:24，第二段係22:32，末段慢啲啦，24:17，總時間1:09:73嘅。